男友金小钟自从2018年公开恋爱后，时常到 IG 上分享甜蜜的点滴。恋爱的高调简直要甜死一堆单身狗。十号是他们交往满四周年的纪念日，两个人各自在 IG 上 po 出庆祝照片。泫雅穿着粉红色连身裙，憨动一样脸上洋溢着幸福。而泫雅和金小钟在2015年的第一次见面之后，今年算是认识五年了。照片中两个人比出五的手势，一起迎接庆祝金氏情侣五周年。看着他们围绕着满满幸福泡泡，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呢。请保持这个放闪频率哦。